叫的，无人安尼卖啦。吃过哇，吃过你啊，佫加一条你吃。夭寿啊，我愈来愈大块的，吃过你啊，吃过来啊，吃过你，来佫冒名话大声啊！大家，冒名冒名话大声。来，真正今日全部结束啊！二十五箱啊，结束啊！后日白尾啊，炸四十箱啦！来两个啊！三地啊，四地啊，五地啊，你啊，六地啊，你啊，七地啊，搁几个啊？哪两个啊？两个，一块五百走好啊，两块三四啊，五啊，六啊，七啊，哎呀，最后这三地三百就好啦，无啊？哎，三百。三百咩？今天食几个？三百。个人咩啊？三百。三百。哎，三百。你要六分啊？一百了啊！一百。买六分就卖一百，我买六分啊！买六分三台卖一百。来，全部人要注意听，抢四箱啊！伊自头到尾徛到尾，你甲问，自头徛到尾，注意听。你甲问，看有抢四箱无？来，全部人给我一解机会，我给你一世人食到水中内底上甜的泉州的干贝。来，注意看，全部拢无爱洗药啊！全部拢无洗药啊！这里无好要注意，这里市面上有两组，一组洗药啊，一组无洗药啊。我若加一只给你加，我敢袂给洗药啊给你。我这无洗药啊，注意听。这汤会给你用炒，给你用炒，给你煮汤，有够清甜的。啥物拢卖人给我炒炒的干贝啦，一日袂止退钱，但遮水。你捌看过这个干贝无？这讲水中的泉州就是海中的泉州啊，海中的泉州啊。油中路凊彩甲行入去，一盘世界盘。干贝炒芦笋，干贝炒花枝，干贝炒白斩啊！一盘炒起拢三百几块，放上当着。一包炒三盘超过一千，一千加一千偌济？两千。来，两大保证，吹落球，你若炒落球具体是第二，一粒干贝内底其中一粒袂甜，全部起来，给落下来。小弟买偌济，当人家面前具体予你。这两包干贝这大包卖，予你开两千，卖你千五，卖你千二，拢总给我收收起来。爱食干贝，一口价，先给钱，一千五万。来钱啊！干贝上面写一千五，先给钱啊，一千啊。你会当去看后边，先看看抢几箱啊？我真正讲真的啦，我办公室你试食所有新产品啦，我尽量拢原味落去食啦，就是我拢袂去调味啦。我的新产品你放心啊买啦。啊，我的新产品自较早到即摆拢唔怕恁失望过，绝对拢好食才过来卖恁。干来炒炒的，连盐啥物拢无，人就足甜的啊！真正无甲伊骗的，啊，一千块怎么吃？一千，来一个，来多放一箱起来啊！一千块要吃干贝无？一千啊！来一个，我来讲啊，你若敢摕一千啊，即包够你啊，唔免考虑啊，拢无啊，拢无啊，一千块怎么吃大块的干贝啊？来千啊！炒芦笋、炒花枝、炒鱼片、炒白斩啊，一千块啊！来够无？来两个，够无？啊！加起一千个啊，全部搁加一百二啊，一千块保证拢无死油啊！最后搁一个人加一千块，上面加一千啊，搁一个人加啊，一千啊，这免考虑啊，今天啊大包的啊，咪加四包加好哩啊，一千啊，收起。一千块上面啊，这边个超钱啊，外加呢，这钱咯，你莫钱啊，超外外，几个？你二嘛？一个啦。一个尔呀，哎，人客麻烦一下，冰箱冰起来，大大享受啊！我搁加一百二啊，我搁加一百二啊，最后搁一个，你免考虑啊！你若买着，你起来用五百斤啊！最后一个人客就好啊，一千块怎么吃一千？搁一个人客一千，搁一个人客一千，我话你讲，我真正袂恁够俗的啊！你免扫过来百斤啊，来你加加钱一百块二啊，一百过来，最后一个人客，最后一个你免搁考虑啊，一千块报得起。来两个，一千块，一个，成功。来两个啊！这钱我是感觉咱拢卖拢卖伤伤，我无甲你骗来，我咧卖拢卖恁伤伤去啊！啊，我一家家扫过来百天要创啊，就是要专工要来上我恁的啦，一千几个。好嘞，注意听啊！即摆目前一包百几块啊，来，你有摕钱的人家啊，紧抢啊！我今日刚卖抢侪啊，抢歹送的啊，自头食到尾你甲分看，抢几手你甲分好啊！我拜三工，拜二拜几，你敢拜几？拜三啊！拜三讲一盆落落，抢到的小包无够啊！我来，迄天我来直播就讲啊，我今日走出侪来，几个块钱？来两个，一个，三个。好，我来差不多数啊，差不多数啊。来，你有块钱的人家，我搁加一包送，一包够，一包够。来一千个，收一个，来三个啊。全部无啊，金融商最后搁一个块钱，最后搁一个块钱哦。你啦，真正有才调买着哦，你包卖用我啦，一千个，包卖过，两个，我真正卖你有够俗，有够甜的哦，有够甜的哦。
千块就很爽了，多少结果？来三个啊，两个。啊，还要领导去？我一个啊。啊，是啊，你几个？两个。第五份啊。你唔好做我遮低的干部，我无你解好事啊，我无你咁骗你啊。你唔好做我遮低的干部啊。我这根手枪全猛吃起来，你所有存款我拢甲吃落来啊。我以为我这世人，我卖啊济产品，我卖食过干贝只甜的。好了，行。我来请教恁一个问题吼，恁有人要食这飞机？飞机你有人要食无？你要食飞机哦？飞机几千块钱？还是迄个小姐？飞机哦。飞机不是迄啦，现捞的飞机啊。铁路排骨，大家你去摸铁路排骨。你若好食，莫惊我话侬啦。我铁路排骨片拢我袂变的。你要食铁路排骨无？来，铁路排骨啦。来，四个台下换一个，台下给我咱这边嘛。来，拍下我后壁，伫遐花边啊等我。到人要食排骨，这排骨啦，真正的尔，300-500拢免啦。要食排骨来食，我买一份拢无啊，200呢。排骨啊，没有别的。200，我买一个排骨200。有人要食排骨来无？200块。多只少呢，我无啊。拢无啊，紧结束。这排骨。来，收一个。这过来我无啥会炸，我过来拢咧创新产品啊。这过来我无啥会炸，这近年就卖甲足好个啊。啊！我是真正讲一招嘛，拢创新呢。来，搁加坐互你啦，300块啦，200尔，拢我。来两个。伊还一个尔。伊还几个？一个。啊，两个。搁一个啊，搁一个。两个。啊，两个啊。三个啊。两个啊。三个。三个。你给他一千。哦，多少台是吧？先。给他一千。来只。啊，三个啊。今日好两百，好。好两百，好。来三个。棒。今日棒。小气气。这对唔同，我反正会耳啊，弟弟。四个钱啊！最后一个拢我哩啊，150落来无啊，150上面接啦。最后这个百五上面接咧啦，真正卖老啊。150上，啊，伊100落来，伊鱼鱼养鱼来啊，100，赚咧啦。你唔是跟我化解这个？还是先咧？阿姐，我吃一段，我唔捌看过讲。鱼啊，切上有啊，同我咧分个分个钱啊，即条到人家即块上面。来一千个。有人家这啥无？一千个。一千个手举起来，到人给一千个。我在做咧。哎，你有人给一千个袂走的无？伊会当我咧袂走。哦，赶紧来给伊好来。这啥物恁知无？鱼下巴。这样，你注意看啊。鱼下巴。这条肉恁家己看，恁大家我讲真正，恁其实恁大家拢足巧的。那鱼啊有青无青，你目睭顺的，你就知比我厉害。这种分界分界，这个是大家切出来鱼啊，就是这个八仙。这叫鲈鱼，金目鲈鱼就是这只，大只啊！这无大只无在了，这下巴才大条，大只啊！这等于用煎啊，甲用烘啊，就好啊。今仔要食这种下巴，我开落一千多，800-500拢免煎啦，拢搞买一份沙巴我了。沙巴，这你顶下买，你莫看我这青的鲈鱼下巴，沙巴上面只，阿你有水无？你家己看，拢分界分界啊！这唔只叫架杠很切出鱼啊，沙巴上面只啊，来300啊，来帅哥，这比上面鲍鱼下巴上面上面无鲍鱼下巴好多只啊，沙巴上面只啊沙巴，来沙巴，这你那边呢？这无人只青的呢？哎，什么？你要什么？来东西，美女你要什么？来沙巴，鳕鱼啊，鳕鱼吗？鳕鱼，等下你来，差不多大概前25秒。规场全部拢抢了了嘞！因大家拢有看，即个观众拢会当证明。你看阿叔雪鱼敢有当阿抢了，我后边讲无。那你买六份的，这里买六份。没关系啦，美女，我这个活动办一个月啦，你下礼拜再来也没关系啦。一天我炸20-30份啦。来，这鲈鱼下巴上面吃，海产咱一世人爱吃，不是要吃俗，咱海产要吃清。阿你了解无？来，我讲无，把你看500块钱吧，300块。来沙包，食着青哦，较济咱拢无要紧，咱最主要要食青嘛。哦，是哦，是哦。好啦，今仔恁若加300，我尽量让恁欢喜啊。两个啊，来沙包，哪只拿沙包？啊，我讲真正的啦，咱卖睁眼说瞎话啦，啊，哎呀，无钱恁拢看有，钱恁拢看有，恁目睭才来着，就有钱无钱恁拢看有啦，身多恁拢看有啦，恁注意听我讲啊，我今仔差不多哦，才够恁啦。吃够了啦！你改天煮煮吃起来啦。这规条拢百年啦，这鲈鱼都，这个规只大概嘛要吃鲈鱼下百年，这块够你啊。来三包。这欢喜无啦？系啊，吃够了啦。四元。金龙虾4-5，6-7，8-8咯。300咯。三百块，多少？来，
谢谢啊，感谢您每次搁只支持啊，来，我再搁三包，再包您啊，真欢喜啊，再包来，再包来，最后搁一个三包啦，搁一个三包来啊，一个三包，加一个零六块哦，来三百块，最后一个三百九啊，一二三四五六七的人，三包够不要无三包，三包，再一个客人可以吗？三包，来三百啊，来掏钱啊。真正要休困啊！你搁看无？才过恁啊！后礼拜无才坐予你啊！无你好笑，无你白餐啊！来啊！家家拢去吃。好一个啊！吃啊青叶啦，吃啊青叶啦，吃啊青叶。好一个。吃这个粉粿粉粿啦，拜托个啦！啊，来啊，吃啊青叶啊！来啊，拢啊！好两个啊！四个啊！没老多啦。来啊！来啊！一个，两个，三个。对啦，头头厝啦，会当煮汤，会当煎，拢会当啊。像普通像煎拢会使啦，生活品平啊高啊，啊飞机又起来啊，飞机又起来。来这边拿钱呢。重吼，我来照用无，你讲我真有懒。那这个收起来。哎、欸，你有买物件哦？注意听哦，我今天飞机买了，要你好比较哦。给他给福利时间到了哦，来，上面坐飞机。哎、欸，不好意思，飞机上面坐。一名。飞机要坐，免钱，免背包，要坐飞机要五百了。来五百，五百上面吃。来五百，我们吃飞机哦。飞机上面吃五百。来五百。对，你帮我记收票，咱不要看是啥物物件，他其他老讲起。来两只你五百，三只你五百，来啊，四只你五百，五只你五百，六只你啊，七只紧加钱啊，五百。来五百。五百上面吃飞机的五百。来五百，有人要吃飞机的无？嗯？七只五百，无人加钱啊？八只给你，九只给你，来十只给你，大嘞，十二只，十二只给你啦，五百二啦，看你要坐咩，来啊，来两个 ，OK， 你把遐腿拢平下去，我感觉都乱嘞，两只，我上上卖到十只啦，我今日卖到十二只啦，七只啦，八只啦，九只啦，十只啦，十二、十二啦，五百二，三个，三个，这十只啦，好累啊啦，腰瘦恁遐惨啊。我这下骹咧比较大些，你看我。我两分啊！我三下海两分啊！是啊，高啊，六啊，七嘛七啊，八啊，九啊，十啊，恁遐后边大些个，四啊，好啦好啦，无紧。来啦，做几个？我两分啊！一只啊，两只啊，三只啊，四只啊，五只六只啊，七只啊，八只啊，九只啊，十只啊，十一十二啊，五百。好欢喜啊！哎，大姐来来，我再要坐个。后边要坐的，你莫去招手台啊！我让啊，不能收啊！对啊，哦，不能收吗？好啊，四个都收到平啊！好啊，卖到收啊！好，我第二个帮你坐。五、六、三、四、来个。还要头一个提示的。来七、来八、来十、来十一、十二。哦、我今仔铜锣烧，哎、欸，恁爱去恁后礼拜来，你甲我买铜锣烧啊！今仔日本的铜锣烧两只红烧的，你甲问好，我搁请人加吃，吃你搁几个？我四个还是分啊？七啊，八啊，九啊，十啊，十一啊，十二啊，来咯啊！坐飞靠车，吃你搁几个？来咯啊，紧来紧来，好，足冰的啊，金龙三四啊，五啊，六啊，七啊，再七八啊，收掉。要求够冰啊！八啊，九啊，十啊，十一啊，十二啊，够要来无？五百，够啊！够要飞机啊？五百，最后搁坐个五百，莫搁留车啊！你放放伫遐，伊都我另外哦。五百够要来无？来五百，五百啊，六百，七百，八百，九百，十百，十一百，十二百，我来讲啊！这结婚你若要坐，即放放平啊，干嘛？这种高蛋白物件。五八够买来无？种蛋白质啊！蛋白质够买来无？五八来五八，拢有啊吗？我甲你讲一个歹势，我无法度，我老手，因为我炒袂起份啊。第一个买五八的啥？我这边啊。再一个，你买五八，你搁五八哇？七百五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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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全部五八。要收哦。吃了吃了，你买动 ？OK 吗？五八好。不然再下一位哦。下一位。要不要下一位啊？你别胡吧，我下一位啊。下一位。下一位，走。哎，你进来门口嘛？对吧？吃未了？只鸡十几尾哦。下一位啊。来，阿伯往这边提来给我办一下。只鸡十几尾哦，这等于一半只卖你一千啊。你第一份到买？来，大一妹。对吧？你咧爱啊？不，爱叫伊个哦。来，多少个？六、八、十、
还是你要500就好，500就好，来两块三分。